2022瑞典紫藤花季日前登场，嫁作台湾媳妇的日籍女星大久保麻里子前来代言，与嘉义县长翁章良共同宣誓紫藤花开幸福自来，希望让游客欣赏紫藤花后能够带回满满的幸福回忆。那我们特别今天请大久保麻里子来这边帮我们做代言，实际上她103年、105年都有来这边做代言。那她105年特别在这边许愿，希望可以找到台湾的老公，就在106年就实现了哈。所以紫藤花开，幸福自来。那所有的好朋友，记得高兰水利来这边啊，喝好茶，住民宿，来看我们的紫藤花。真的很开心又能够来到的瑞丽紫藤花，现在对我来说瑞丽是个第二个家乡的感觉，所以今天也是好像回娘家。那这一次呢，就是跟老公一起来，然后希望就是宣传到就是更多的朋友们来瑞丽看很漂亮的紫藤花，然后跟我一样在紫藤花下许愿，大家的愿望会实现。瑞丽紫藤花季由学生担任人体彩绘模特儿，以时尚婚纱在紫藤花廊走秀，游客纷纷拍照录影，记录这唯美的一刻。翁章良说，瑞丽紫藤花目前约开30%，最佳赏花期到4月10日，欢迎游客到嘉义旅游，感受瑞丽紫色山城的魅力。我们特别有做一些小的茶杯哦，然后来送给大家，只有你来这边住民宿哦。那还有就是说，如果你拍照上传 IG 的话，也有可能得到万年的大奖。所以我想有很多的活动希望大家一起来水利哦。这次还特别推出优惠活动，凡入住合作的民宿就可以获得限量纪念品，要把幸福传递给每一位来访的游客。记者黄培采访报道。